美中贸易谈判两年多，现在终于有了进展。十二月十三号，美中双方宣布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对照双方的声明，包括执行机制、农产品采购、关税税率降低幅度以及第二阶段谈判的时程等，在表述上都有具体的差异。相较美方声明提出的明确数据，中方的用词相对含糊。 第一阶段的协议结果包括智慧财产权、技术转让、农业、扩充贸易、金融开放、争端解决及汇率机制，都是美国要求中共改善的项目。在这几方面的协议结果符合美国的期待，中方则获得部分取消关税，但在产业补贴方面并没有做出妥协。十二月十五号，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对媒体表示，双方此次达成的第一阶段协议无法解决美中之间存在的所有问题。 而要想让中国现行的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与美国私企驱动的经济体制相互容纳，还需要至少数年的时间。下一步，美中双方将各自尽快完成法律审核、翻译校对等程序，再协商安排签约。It's still not settled, in my opinion, until you actually get 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to to really sign on the dotted line. 自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 中国企业的债券违约越来越多。今年以来，中国境内已有一百五十九只债券违约，金额超过一千二百亿元人民币，包括北大方正二十亿的债券违约。市场预期，明年中国将有更多的企业发生债务违约。这十四轮、五轮谈判以来的中共第一次同意在这个事情机制上做出一些让步，应该是中共在经济上承受不住了，最后再做出的种让步。 美国总统川普希望在明年十一月总统大选前完成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换句话说，如果未来中共无法履行第一阶段的协议承诺，将直接影响到后续的谈判进度。中共宣称的所谓“中国崛起”正悄悄地破坏全球秩序。美中贸易战不仅斩断了中共“千人计划”的偷窃野心，也唤醒了全球对中共的警觉心。中共的“中国制造二零二五”计划被迫停止。 美国政府多次示警，华为设备存在后门风险，容易被中共用来从事监视和间谍活动。五月十五号，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美国企业不得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企业生产的电信设备，将中国华为公司以及其他七十家关联企业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清单，封杀中国华为迅速在全球引发连锁反应，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率先跟进。 十二月三号的欧洲联盟会议结论对五 G 安全立场趋强硬，强调对五 G 技术的信任应建立在人权、法治、隐私保护等核心价值之上，也就是对国家安全重要的零组件只应来自可信赖的对象。同一时间，北约组织在伦敦召开成立七十周年峰会，二十九个成员国领导人签署联合声明，首次将中共列为重点防范对象。 美国今年相继发表两份报告，批评中共输出压迫性治理模式，并胁迫他国从内部破坏国际体系。专家认为，除美国之外，目前欧盟、印度、日本及部分东盟国家已在加强合作，共同抵制中共的威胁。India is also developing deeper partnerships with other powers that share its concerns about China's rise, and this includes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Australia, the so-called Quad countries, but also others such as France and even Russia. 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三号，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在贸易紧张局势中，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急剧转为负面。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认为，当前的双方经济关系存在摩擦。中共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和知识产权盗窃问题，迅速演变为一系列其他方面的冲突。现在，更多的人将中共视为威胁。